公布了，这方面是希望更清楚透明吗？其实那个地图本来就在，那个地图本来就在。好、哦，那以前会公布，以前的在我们登革热那公布到啊、哦、各方面的哈、哦。那这一次的我们大概就把里面拿掉。哦，那只是说那时候就说好像有人进去了，把这资料弄过来，那机关方觉得很紧张，就把它撤了。啊、哦，我就觉得没必要了，本来有的资讯就留在那这个地方嘛。只是我没有必要刻意说啊，今天啊哪个地方怎么样啊，哪一个啊、哦、什么地方怎么样，那引发恐慌嘛。我还强调就是说资讯的公开，或是我们的新闻界也一样，对不对？怎么样对防疫有帮助的，好、哦，而不是引发恐慌的，我们要来报道。但是没有帮助的反而引发恐慌，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。好、啊、其实慢慢的哈、啊、每一个县市都会有了、啊、这也不是一个，你们只要看到国外这样的讯息，这样一个弱，我们要避免那种崩掉、啊、医疗的体系很重要、啊、每一个地方它会崩掉都是从医疗体系先崩嘛、啊、包括我们以前 SARS 的经验也是一样、啊、所以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去大家一起来做的。所以从病毒上面看起来，北部是重中之重，也很难说了，也很难说。这东西还没有完全结案，谁又知道？对不对？前一段时间，像有一些地方，远在欧洲，谁又知道说一两天突然就100多人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就是要尽力而为的啊，尽力而为。